今天带小孩子上澳上 Lake 三藩市来钓小 perch， 哦，有鱼了，小 perch 咬得很欢实，刚才好一些，愣了就咬，愣了就咬。今天天气很好，零上有七八度，非常温暖。早晨，我跟我儿子来了有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吧，我们钓了有五六十条，然后朋友们走的时候带走了。再钓一会儿，这会儿运行也不差，天气温度很好，有七八度，阳光明媚，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玩。但是 Lake 三藩就是需要有住户来引荐才能进来，这一点比较麻烦。这是个培养小朋友钓鱼兴趣的很好的场所。哎呦，线缠到一起了，哎呦，这个耽误时间。缠在一起还好，剪下来。哦，有个扣需要打开，系死了就放不下去了。系死了，到收杆的时候收不回来线。哦，好了，再来看看下期怎么样。钓小破是贴底半寸，半尺左右，五六寸，挂上饵，轻轻的抖。你咬的差了，底部没有往上提，往上提。提。小破是很多，带小朋友来玩非常有意思。